小姐，不好意思哈，我苹果日报的记者，您会不会介意担任我们今日我最美的女主角呢？可是我要吃冰哎，可以等一下吗？19公斤，血型的话是 B 型，乐观开朗的 B 型哦。还有是处女座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没有洁癖，可是我很龟毛。